第二波已经开始了啊，第二波估计武警的来了啊，城管的来了，看到没有？我估计只有我站的最高啊。第二波开始了，第二波开始了，我刚刚收到消息，让大家要注意的是，现在在我们的群众当中有境外反华势力，在我们的周围。没有境外势力，我们都是海洋博士，我们放过来，我给你打死中国人，我要中国人民。请问你说的境外势力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吗？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吗？是斯大林吗？我真的觉得是有问题，所以我要不然我去不要转移话题，要不要转移话题？那你们继续。你好，请问你们新疆的火是境外势力放的吗？不是，请问贵州的大巴是境外势力推翻的吗？我真的完完全全认同你们说的。大家伙是境外势力叫来的吗？不是，我们连网都上不到国外的，我们哪来的境外势力？境外势力怎么跟我们沟通？我们只有境内势力不让我们进去。外边有王子。我们现在是能出国，还是能上国外的网？都不能。他们怎么联系我们？联系不上。哪来的境外势力？月球吗？听我说，你妈，你为啥要把中国搞成这个样子？你为啥把中国要搞成这个样子啊？谢谢听我说，你妈。你赶紧把我抓走，上我快不行了。因为现在重庆抢东西都抢了40多倍了。我要不然我今天不这样，我哪天跳楼我都后悔。我去，我去，小子，我背着你去，那是不是？我去。我要就说这个出去到里面啊，到里面好。我们小区是因为有羊才封控的，不是因为有密接。先到里面，你有什么事情要办？第一个，我有我自己的说出行的权利，因为小区有羊，但是我们小区并不是高风险地区。国务院有非常明确规定，除非是高风险地区，否则必须以楼栋作为就说是封控标准。现在整个小区被封控了，我要求是这样的呀。对，那现在就说整个小区我们都不能出来，为什么？你这个情况跟那个卫健委去申诉，好吧？我现在的要求，国务院的二十条是有这个要求。对，我现在的要求是我要求出去，如果他们阻碍我，不管是相当于拘禁我，还是相当于是就是阻拦我，我有人身自由权利，我要求警察为我行使人身自由权利，让我出去。如果说这个过程当中他们有殴打我或者是有拘禁我的情况，警察怎么处理？我现在想了解这件事。按照打人处理，按照他们打人处理，对吧？对。好，现在所有物业的人，你们听清楚，如果说我现在出去，而你们并没有拿到区以上政府的明文规定，任何阻碍我殴打我们的情况，将会按照警察打人处理，没问题。对，按照殴打他人处理，好吗？我已经全部录像了，我会发到小区群里面，正常你们现在出去就可以了。任何你们阻拦或者殴打会发生情况，都会按照打人处理。我身后呢，就是他们的那个，市委、市政府，然后再往那边去是他们的那个法院，在这边去是他们的那个警察局，然后我今天要在他们的那个楼底下举这张牌子，举这张标语：习近平下台，共产党下台，真的。有点下雨了，这个不知道视频是不是够清楚。19年以后，他们做的是什么？就是一场又一场的政治运动。三反五反，文化大革命、大跃进，就是一波又一波的杀中国人，一波又一波杀中国人，对吧？
然后他们把中国玩的快玩不下去了，快玩不下去了，他们就开始，靠着美国，靠着美国去那个啥，靠着美国去弄那个改革开放，去那个让他们的共产党续命。然后他们好不容易不折腾了四十年，好不容易消停了四十年，又开始，习近平又上台了，又开始往实力折腾，一波又一波的，对吧？拿现在的疫情来说，他拿中国人当人吗？拿中国人当人吗？把中国人都封起来，逐不出户，像畜生一样养着，像畜生一样养着。我觉得忍无可忍了吧，必须得说几句，对吧？如果现在不说话的话，那未来在习近平主导的文革或者习近平主导的大跃进下的，我可能连说话的机会都没有了，对吧？所以，现在我也很害怕、很恐惧，但是我还是要说话，还是要，人长嘴就是要说话，就是要表达的，对吧？所以，不管怎么样，我要说，习近平下台，共产党下台，三年了，让我看的太多太多，让我看透了太多太多，让我看透了人心，看透了资本，看到了政府的无能，内心却愤怒，更多的是无奈，更多的是失望。这三年你们为老百姓做了么事？请问这三年你们为老百姓做了么事？2020年1月23号武汉封城，4月8号解封，整整76天，武汉人配合你们整整在家里关了76天。现在马上快2023年了，整个武汉市现在相当于封闭的状态了，要回到了2020年。这三年知道我们是怎样生活的吗？这三年知道我们是怎样过去的吗？你们拿了金饭碗，拿了铁饭碗，在那里口口声声的要我们配合，要我们不惜一切代价配合你们，到最后换来的结果是么子？好好想哈子，你们是要把我们逼上绝路，逼上死路才甘心是吧？口口声声说人民至上，口口声声说生命至上，口口声声说人民当家作主，体现在哪一方面呢？三年了，我们早就已失业了，谁知道我们生活的辛苦？谁知道我们以后该如何支撑下去？免费的核酸，免费的隔离，天知道这个世界上最贵的东西就是免费的。物价涨了多少，油涨了多少，都是纳税人的钱。什么叫免费？我们不需要这些免费的东西了，真的，你放开吧，求求你吧。感染了新冠，感染了疫情，我不需要国家承担，我要这里承诺，感染了疫情，我不需要国家承担，我自己把门锁了，再自己在屋里喝水，活得好就好，活不好我认命，行了吧？感染了疫情，我不给政府添乱，我不需要你们给我治，我只求求你放我出去。